手要快，要狠，要准。六七八九十，去把你吉布叔叔叫来。是。二三四，有任务打起精神来。六七八，每一次训练当成实战。一吉叔，我爹来了，他在哪儿？在那边。走。六七八九。重大，吉兄，300人不够。你需要多少？3000人。这么多？我已经没了宫廷卫戍之权，陛下与皇太后尽在曹爽掌握之中。他有6000护卫军，我至少需要3000人。好，我来找人训练，但我需要1年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不及就看天命了。只是这3000人目标太大，不能聚于一处，最好分作10队。藏于洛阳野外的山林之中。爹，人臣私血食腐铠甲，便是谋反之罪。我不犯大位。儿子明白，这是爹自保救国的底线。儿子的意思是，3000副铠甲兵器怎么解决？到时自有办法。是，此事家中只有你一人知晓，透露半个字便是满门干系，千万不要让你二弟知道。明白。我已被曹爽监视，不能再来看你了。有什么需求，只管找诗儿。好，我一定全力配合吉叔。1年之后，爹来检阅便是了。曹爽在前面，看见了。大将军早。大将军早。太傅早。陛下不是免了太傅长朝吗？太傅还这么早？哎，人老了，睡不着。啊，素闻大将军日理万机。宵衣干食，一饭三吐哺。大将军，要保重身体啊！多谢太傅。太傅高龄尚且如此勤政，我们年轻人又岂敢偷懒呢？大将军请。哎，不不不，太傅请。太傅是百官之首，太傅先请。大将军乃辅政之首，大将军请。哎，不不不。太傅先请。不不不，大将军请。太傅请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就联袂而行。好。大将军还是太嫩了。那个倒是老，不过也日薄西山了。大哥，我带家父带家门，多谢大哥。哎，快起来。子远，你错了，我不单单是为了你跟慧儿，我为的是大卫。大哥，曹爽没有为难你吧？赵博士冲动了一些，不过经此一事，太傅的声望他应该有所了解。劳烦你与太傅说一声，莫要怪罪于他。我爹绝不愿大为内乱，昨日局势谁强谁弱你还看不出吗？子远，我要你记清楚，你司马家一日忠于大为，我拼着性命也会护你们周全。可若是有朝一日你司马氏存了反心，
诛杀叛逆，我也绝不手软。诛杀叛逆，我们都不会手软。诛杀叛逆，绝不手软。